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天是九月初三，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只有人自己内面的神才知影自己的事，亲像安尼，只有上帝的神才知影上帝的事。咱领受的不是世间的神，是对上帝来的神，要让咱知上帝赐予咱的恩赐。所以咱对属灵的人解说属灵圣神的事，不是用人所教的智慧，是用圣神所教的话。属迄气的人，袂当领受对上帝的神来的恩赐。这个恩赐对伊来讲是无望的，无法度了解。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当领受，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。不过伊本身的事，无人会当甲伊判断。圣经有记载，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，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。不过咱有基督的心意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提醒讲，咱要明白上帝的事，只有靠上帝的神，就是圣神，才通明白上帝的事。咱无法度靠世间的神来明白上帝，因为咱若属血气，就无法度领受对上帝所来的恩赐。人当作咱是愚妄，总是只有咱属的圣神会领受，咱才法度来晓悟，搁判断万事。所以咱毋是靠着咱家己本身的知识，乃是靠着顺服信心的心，也就是咱来抓基督的心，做咱的心，互咱成做一个属灵的人，通明白上帝的事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